大家好，我是莫涵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《植物大战僵尸2》的游戏实况啊。之前的话，我们是已经打到第十一天了。然后这第十一天的话，这边的话是解锁了个这个玩意儿。然后我们要解锁这个海盗港湾啊，下一张就是下个世界的地图啊。这一次我们要立即解锁。好的，22种全新关卡，7种全新植物，5种全新强化功能哦。哇，我们时空穿越了，来到了这个海湾。啊，我们的目标不是你的玉米卷吗？啊，但是那些可恶的海盗啊，你是不想看到他们鹦鹉和假腿吗？这什么鬼？默默哒的海盗港湾之旅。好了，我们已经来到新的章节啊，这个全是海盗的这个僵尸。这个就不要了，这个不要它。现在的话是多了一些新的东西啊。我们看看用啥呢？用什么植物好一些啊？菜问或者冰冻，这个吧，这个要的。然后没有什么杀伤性的植物啊，这个，把地雷还是要的，我感觉地雷有用的。这个大倭瓜我们终于弄出来了，但是有点挫，还不如那个这个花菜好一些。来吧。哦，现在这边的话少一条路，所以我们不能种很多东西，可以把它们弄到水里去。但是海盗港湾第一天，先加速啊。先放个地雷，先地雷可以怼第一个僵尸，然后我们有足够的这个太阳之后再种太阳花。太阳花的话，这个双重太阳花，这个掉太阳几率比较快。就你了，花菜摔死他。哦，花菜好牛啊，花菜太牛了。动一下，加速之后打起来特别快。再来个花菜，再摔一个。我感觉好像加速有点快，还是减速吧。这里搞个地雷，这个有可能弄不死，花菜可能弄不死，所以我们要囤，然后出这个玩意儿。好的。摔不死啊！哟，哎呀，这个有点那个啥，想咬我。花菜说你想咬我，先问过我的拳头再说。地雷，有小伙伴告诉我，这个地雷要放的就是那个土豆，这个是叫什么地雷来着？土豆地雷还是什么地雷，要放在那个三格啊，放在僵尸三格前才能用。哎，道你很溜啊，呀，掉水里去了，啥情况？这僵尸二啊，怎么弄掉水里去了？好的，一波带走。冻住他，让你吃我的这个花菜。花菜还是很溜的。我去，这个太牛了！僵尸即将来袭。能量都已满了，那是出花。爆花，现在没人抢我阳光啊！啊，已经过关了，大礼包，双倍金钱。好的，哎，这上来有这个豆啊，这个弹跳豆其实我之前抽那个宝物已经抽到了，这里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其实已经拿到了，新的这个植物啊我都拿到过了，全开了。啊，接下来这一关啊，这一关我们接着打。
哎，现在是缺最下面一排，这个倒掉僵尸，什么鬼？我们这次换成什么呢？换一个西瓜投手哦，冰冻西瓜也是抽到的。这个柠檬。发射鱼雷攻击前方的僵尸，哎，这个没玩过，玩一个这个吧。把这个换成这个。啊，基本好像都开了，就有些那个没有那个没有出来的那些都没有，基本上都开了。来吧，什么时候有三头的话，准备开始。啊，我把这里弄一个快捷键。啊，不是这个，弄快捷键，加速，加速不是 C。这样的话，我就不用过去点啊点啊点。放个地雷。那这次要守一下下面，因为下面这枪是直接跳过来的。花菜靠你了，大力花菜直接砸死，快爆啊花花，我需要阳光啊，我需要更多的阳光，这一波应该会有两个僵尸过来，啊，就一个僵尸啊，什么情况？哦，来了，更多的僵尸。这个没玩过，玩玩看这个。呜、哦，直接炸了一条手，哇，头没了。这个子弹有点溜啊。好，豆子，哇，这个下面那个僵尸，下面这个僵尸有毒，让你海鸥叼过来。那海鸥这个。负重也是挺高的，就两个僵尸，哎呦，这一波有点难受。给我来点阳光，给我来点阳光，我就能灿烂。这有两个倒吊僵尸，先把这边放满吧。这倒吊僵尸好脆啊！真的特别脆。来来来一波这个，这个看看这个大招是什么？哇，导弹，直接炸死。这没啥用啊，这个好像伤害不高。哦，拿到了一个八，这个不弹跳豆碎片。弹跳豆碎片的话，因为它要充能比较烦。好，获得两万块金币。啊，这次我们一次性可以打三关，这里一共有多少关？看看，这里一共有多少关？一共隐藏关卡不算的话，其实上一章的话，那个隐藏关卡还没打啊。这个有不知道有多少关，我们再打一关。回到这个埃及把隐藏关打了，这个星宿我们就不打了，这个一颗一颗星的打起来比较烦，我们还是打普通章节。隐藏关的话，这个小游戏不一样，挺好玩的。好，我们遇到了时空混乱了，必须使用特定植物取胜，这样才能修复错误的时空。哦，绝对不能时空错乱，否则你会有大麻烦的。有什么麻烦呢？选择指定植物抵挡僵尸进攻，不要失去任何小推车。指定植物，因为他给我固定了那些植物，我不能选择了，那不是坑啊？给我选了什么植物啊？哦，好吧。哎呦，这个有点惨。
哦，还好有土豆地雷在，没关系。有地雷在就没关系了。有地雷在，我不怕。反正第一波就一个僵尸嘛，第二波也上来了。啊，我们这个是有个皇冠的，但是好像不是很强。这个花我没升过级，不知道能不能挡过去，能不能抵挡住。这可能要靠那个坚果了。先放个坚果，来爆一堆花，来点阳光。看花种的越多越好。这个还好，我升过两级了。完全要靠坚果来顶啊！这里要用这个是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向日葵还是回力镖？向日葵还是什么东西？来，事实告诉我们这个花没用，还好有这个花在。到时候我们要放上一堆的这个坚果，这里放个地雷，挡不住的话可以用地雷挡一下。一大波僵尸来袭，只是一半啊，还有一大半呢。哦，这边有点麻烦了，头没了。爆发一下，头盔还没打掉啊，我的天，别吃我这玩意啊，这一吃就死啊，我去。轰到我老家来了。哦，这铁头盔好烦啊。铁头盔太烦了，幸亏有坚果挡一下。多重一点，还有一波僵尸。他又在吃我这玩意儿，坚果。哇，太恶心了，太恶心，太恶心，太恶心。哇，吃到家里去了。僵尸你还不死啊。哇，他把我前面那个吃了。还好哇，撑住了，撑住了，撑住了。幸亏啊，我特别机智，狂放植物让他吃前面的那个，不吃我后面那个就行了。
哇，这一圈阳光。来，再放一个让你吃，反正我们阳光多，1000多个人，一大波僵尸来袭。多放点坚果，能放植物就放植物，往死里堆，反正阳光实在是太多了。哎，主要不是那个二阶的那个植物，这个植物我没升过级，比较难打，给你固定植物就恶心了。嘿，再放一个吐他大招，好过关。哦耶，一颗星，我好难啊！哎呀，使用指定植物，我们打掉了。哇，这好难啊！你要打到这一个多一个豆的这个位置挺难的。不过其实多一个豆无所谓，我又不囤豆。那我们有植物进阶了，看一下。啊，这个磁力菇，磁力菇的话可以吸铁的盔。这是什么？啊，树脂投手，可以减速。寒冰菇，你干嘛？哦，冻住敌人，好吧，进阶一下这个两级，获得了快速恢复和战斗能力。这个呢？这个进阶哦，坚壳碎啊、哦，果壳碎裂，爆炸吗？啊，又不够材料了。这个是钢地刺，这也属于植物、啊。这个也可以进化啊，这个可以发射远程攻击了。这个是进阶之后弹啊、哦，弹得更远。啊，我们都进化过了，有些还没拿到。哟，这已经升啊，这个升不满，每次都抽的差一个，差两个他就抽不到了。啊，先不管他了。好了，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了，也是啊，又退回来了。然后之前的话是应该。这边是走哪里啊？这边死路啊，不能走。我们是已经到了那个新的这个地图啊，海盗港湾。海盗港湾的话比较难打啊，要打僵尸啊什么的，一些海盗他会跳来跳去、飞来飞去的那种，比较麻烦。OK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下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